珊妮的 Key 近日登上了朴明珠的 YouTube 节目，宣传她的第三张迷你专辑。期间，朴明珠建议 Key 要一直叫公司为自己花钱，像是做出好的 demo 或是各式各样的宣传内容。如果安静待着的话，是没有人会注意到的。对此 ，Key 表示认同。他曾告诉公司，砸钱拍 MV 做专辑，亏损的话也没关系，可以透过广告或演唱会赚回来。此外 ，Key 也分享了出道以后做过最荒谬的一场演出。他透露当时还没有导航，经纪人冒着超大的雨，开车把成员载到山里。他们下车后看见大约50名身穿雨衣的僧侣，五人于是，在僧侣门面前表演了组合的名曲《氧气般的你》。现在回想起这段经历 ，Key 仍不知道该活动的用意，不可思议的直呼：那里到底为什么会需要 Shiny？ 让粉丝们看了也笑翻。